好了好了，赶快去工作，快去工作去吧。我们要拍啊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挣钱？从哪儿都要唱一下。啊？还最爱演的就是他，非要演，非要演。我第一次在4000米的地儿唱歌。你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？很不满意。既然不快乐。又不喜欢这里，喜欢这里啊？不信，他唱他的，然后我们慢慢走。嗯，我们慢慢走。咱们慢慢走，什么？咱们慢慢走，弃他而去。弃他而去。让双脚沾满清香，踏你。哦，这太喘了，我的妈呀！往这边走。好了吗？好，谢谢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请问一下，对面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个我们的那个服务站。哦，他那边是卖吃的喝的呢。有的。哦。走。脑袋已经到那边了，可是站不起来。我可以啊，走不走？最晚到了，请客。啊！军哥。不好意思啊，跑得有点快。可怜，他会觉得为什么要分到这一组，还跟着跑。逛了吧，看喝个水可以。炸了，刚刚。哎，迪哥请客一下。你。人那儿有水，啊、那有水，好，刚放。那是热水。啊，对吗？那我们干嘛来这边？都你了。锻炼这是我吗？都你了。大概就是我们会在海拔4000多米在那边跑白。4200。未免有点太幼稚了。不会。来啊，来啊！我刚上去过，真假的啦？我刚从上去过，从你旁边下来的。你们上去捡呢？对啊，捡一路。哎，马丁在这儿啊！啊，在这儿。我们要挑战冲上去再冲下来。真的假的？来不来？来吧。他们要挑战上去再下来。哇！哎，其实跑一跑真的还蛮好的。对啊，一下缓过来了。没啥事儿也表示我们的耐受力越来越好。对啊，但是刚才刚跑到那儿的时候头有点疼。那我们跑到蓝色垃圾桶好了。嗯，第三个蓝色垃圾桶。来来啊，来啊，缓一下，提提裤子。哎，蛮远的。对啊，我真觉得没什么。你这有什么？我没觉得有什么。对啊。哎，啊，杨老师来一下，我们在这商量一件事。我们要往上冲啊！今天你们两个就不冲了吧？来，我们来聊一下，好吧？我们要打算往上冲刺的。对啊，我们俩都要往上冲。不要冲，慢慢走。先分房吧。好，好 ，OK。来，一人抽一张就完了。随便拿一张。有啥用呢？哎，这是你们俩懂。一人抽一张。我随便抽一张。好。有可能。哇。哦，我是8号。8号，我9号。我12号。你几号？
十一，我十二了，我再没见过。哎呀，这不错。我们怎么手气这么好？不是，你要反过来想，你是第一间，真的，你离咖啡最近。那咖啡机是个假的。啊不错啊，不错不错，还行。哦，暖暖暖，棒棒棒棒棒，都弄好了没有？好了，我在这儿。你躲到那儿干嘛？哎，小七哥，小七哥，小七哥，咦，耶，小七哥。好了吗？我们出哎，往外走了吗？对，差不多。好。哎，哇哟，哇哟，哎，这怎么做不了啊？塌了。哎。我觉得这个很好笑，超可爱。什么玩意？一坐直接塌了。好了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走吧，走啊走啊。老师们给我们的环保做一个变装的展示品。Logo logo， 这个好范儿。开始嘞！哇。那个学校应该是孤儿院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答应你们，以后我一定会再回来。